都领证了，那以后……那我应该叫你弟弟好呢，还是……去哪儿啊？这些画里面的场景看起来这么熟悉啊，因为这些地方全都是我们去过的地方，我呢只想把它们都记录下来。这家画室怎么样？挺好。我是想把我们在一起的所有回忆跟你全都装在心里。是你的面孔填满每个夜晚的梦。你这是在交代资产吗？婚后资产吧。无数次牵手，无数次相拥。